OK，完了，模拟开始时间。好，我们今天继续洛克人 X 系列马拉松。那今天这一次呢是 X 二啊，Rocket Max Two。那我们上一次呢，经过一段有点长的连载，我们打完了一代。那这次是二代，对。那之前有问我说玩到我会玩到几代？没有意外，应该是到应该玩到五代了，X 五。但是 X 五的话，我需要考量一下，是因为。X 五的电脑正式移植版，它操作上有点问题，就是很容易该怎么讲，就是很容易操作不顺畅，这样好像是它移植上一些问题这样。那不管怎么样，我至少先把前三代那个做那个玩完掉。那四代我是肯定会玩，因为它是传说嘛，传说的二代这样。好，那么就话不多说，那我们就来玩 X 二。那跟往常一样，就是这是，那跟往常一样，就是我们是从序章，你们是一集一集慢慢录。那 X 二的话呢，我是有个打算是，对，好了，不要紧。好，那 X 二的话呢，我个人有个打算是，我希望，因为我之前是八大头目，我是分两集打完嘛，那其实中间卡关卡很严重，所以我打算这一次变成是把它分成4回，把它录完这样。那中间可能也就是包含道具回收，就道具回收这部分就不单独做一集了。那有人给我留言，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这是相当情怀向的实况，非常情怀。我也说过，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游戏玩家，就只是玩个怀旧而已。那这一次这样，也就是因为我之前也讲过，就是 Steam 他已经打算要做一到八代的总体移植版，那我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就开始重新来跑这个游戏。好，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情怀这样的系列。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序章不长，就快点玩完。Go。那 X2 大家知道，X2 最大的特点就是冲刺这个动作已经变成它就从二代开始冲刺的动作变成 X 的基本能力，这还蛮开心，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电脑版其实没有二代，电脑版只有一代跟三代。那时候玩到三代的时候，我 X 一开始可以冲刺，这点是让我很震撼。然后那时候有人跟我讲说，其实 X2 就可以了。然后我一直没有过 X2 吧，因为我一直没有过二代，因为电脑版是没有二嘛，所以就变成是我三代都玩过，五代都玩过，然后很多年我才玩到二代这样，才发现哇，二代好，所以二代对我来讲其实是很难的一关，一个是很款很难的游戏这样。那事实证明，它是真的是也是蛮难的游戏，它确实不容易了。对，来到洛克人系列也没有什么真的很简单的游啊，不，没有真的很简单过啊。哎咻！嘿嘿嘿！啊噗啊，受伤了，跳不够快。好，那这一只听说叫玛莎，可是问题是。被叫做玛莎的东西太多了，我也不太确定是什么。好，那许冠很快吧？那跟一代比起来，是不是很短呢、啊？好，不管了，我们就是只录序章了。想看多一点的朋友们呢，可以就是你可以之后再 哦不哦，懂，好，结束了，很快吧，耶耶。啊，如果说想要觉得这样看不够朋友们的话，你可以就是之后之后你可以跟着之后八大同步攻略在一起一直看，就觉得比较长那有朋友跟我讲，那有那个观众跟我讲说，我声音越来越小声，那可能是因为我离麦克风越来越远，因为我现在用的是不是耳麦，用的是直立式麦克风，然后因为我有时候越打腰越酸，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往后躺，往后躺，往后躺，躺越躺越越躺越，然后麦克风就离我越来越远这样子。我没有麦克风架哦，这样，如果大家希望我可以讲到清楚的话，就请提供麦克风架这样子。好，开玩笑，开玩笑。那这三个就所谓修罗猎人，对，修罗猎人，好像台版也这样翻译的，漫画也这样翻译的，是。那很特别是三代其实是把二代元素。再往上加强，就是以在二代基础上把游戏内容变得丰富，所以很多要素很接近，像是地图的设计，或者是说，
铠甲设计，就铠甲功能设计跟所谓的一些彩蛋，像刚靠三个修罗猎人嘛，在之后它会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它会出现以中同步部分出现的形态出现。那到他们也可以收集到杰洛的，就杰洛的零件。大家应该知道杰洛后来，大家也知道杰洛在一代的时候自爆，但二代他是复活。但复活的话，复活是有条件的，对。OK，那三代的话呢，就有继续延续二代的这一个设计一样。啊，总体来讲，三代比较好玩的啊，因为三代它真的内容非常非常丰富，可以玩非常非常久。一样都是内容丰富，我就觉得三代比六代的设计好很多。好了，后话。OK，那么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录了很短了。那不管怎么样，就先这么办吧。好，那我们做了一个存档，那我们下次再继续实况。OK，那么模拟考时间，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